主播画面中可以看到韩国人气女演员金智媛现身桃园机场，面对镜头毫不害羞，而是用甜美笑容与大家打招呼。因为她今年主演爆火韩剧《泪之女王》，因此在台湾掀起一波热议。金智媛也趁着这波热度，将在7月21号新北市 LAB 举办粉丝见面会。24号，她也抢先抵台，因为隔天金智媛将要为精品品牌迪奥在台北新开幕的柜位站台。高人气的她一出现在机场，也瞬间被媒体跟粉丝包围，大家都想要亲眼看看在剧中展现十足百货女王红海的魅力。另外，这回她现身机场时，身上也全部佩戴品牌方准备的物品，看得出来她不止亲民，还相当敬业。以上是我们找到最新消息，我们将时间镜头转往棚内，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